这样的话，感觉板条好像最好。现阶段吗？M1 香角不能接导管分类，自动分类的话就也还好。YT 有点冷，需要热闹，没关系啊，刚刚已经热过了，休息一下嘛。还是你们要聊你自己的也可以啊。我要先来看东西。哎，我来挖读书。我是未知，感谢 follow。干红旗。这音乐你有接过导管吗？还是也没有？拿它去接导管，什么样的导管？就传输管道啊。传输管道，等一下啊。就什么 HR Unity 的。打加加没有，那个扩充，哇，可恶！阿狗啊，高度加加跟宽度加加怎么？宽度加加。加宽度加高度的啊，扩展，展，应该哦，有个合成方。对，我在找。我看我 YT 聊天室也卡了、欸。你做什么东西箱子？就这个啊。还是他只能读到，哈，他是个硬碟。他这个硬碟你要好用了他好的了东好了，西读啦，你要什用么他意的思？管子，他的管子跟他的输入输出端，尬的，他是专属的管子，你不能用其哦，他根的本啦，可没以。有。好吧。哦，对啦，真是要做这个东西吃。但感觉很多分类的话，就要接垂直超大扩一个。展，可是我没对找啊，到欸，要不是这个可是他，吧？啊，你们讲，对不起，那、啊、没关系，你讲。我找不到垂直扩展跟水平扩展欸。先休息了，晚安。没有啊，哦，这个、哦、范围扩展器啊，史莱姆球。好吧，那我知道了。这个啦，这个，莱姆球，布斯莱姆，哇，你这个车站很不好人啦，性我改，我化。改，我改。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我改哇，我改。你这个车站很不人性化。重古哦。因为这 mod 其实很恐怖，就是会，你有时候打开箱子，你手上你看，新金币这样喷出去。其实不是 mod 的问题，是伺服器会 lag 的哦，问题啦。是伺服器问题。我在想，我那个将近快一组的货币就这样没有我之前有40颗钻石喷掉啊。那企业，难怪想说我的包包里面都少一个位置。这不换刀啦。人民对啊，这也只能这样了。来，有请。
头。标题。呀呀，伺服器谁架构的？不是杰克，是吗？杰克是你吗？不是吧？啊？谁架构伺服器？不，我请其他厂商架构，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我们是请来的。垂直，应该是一样的。要活塞是吧？OK， 我来升级我这把盖 combo， 这样我之后多满1000的东西，就是也会玩到这个东西，好好期待吧。挖一下看看。看完了，哇！那你们刚刚早该去看看完，马上就来看台啦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我现在开始打史莱姆。杰克比较懂大伺服器的跟那个、啊、嗯的东西，所以我才会把很多东西推给他。好哦，给我上、欸！当然是要请比较懂的人来回答、啊，你要不然我要问谁？是是是。哦，天哪！开启。过于严了。来，看看啊、哦，刚刚是3×3嘛，我现在是来测试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接啊，五格吗？3×4，五格哎、欸，好像没有这样。我有点后悔了。怎么了？它不是5×5哎、欸。乘五，扩充的啊，它是挖一个中间3×3，然后3×3外面再用一个三格，懂意思吗？它是一个类似圆形的十字架，
接在是弯哦啊，感觉你懂了。哎，我懂了。哇，我后悔啦！这样挖出来不是就不整齐？还是用原本的那样子比较好。哇，而且我要抬这么高挖欸。还这么高啊！我脚下有空，有空洞都不知道、欸。啊？你那边会有机器涂料吗？有啊。哦，居然有！我跟你要个。机器涂料好拿吗？不难做啊，只是你要准备比较多东西，多很多燃料而已啊。因为我看到都是要。是 End IO 的东西，然后它是什么副产物之类的。有啊，我有啊。给你拿个两个。嗯。有啊，只能挖隧道用了，不然你说这个拿来整地，要哭死哎、欸。看，掉下来了，可以返回吗？有没有这工具啊？人生重来枪。鸡眼粉是去烧鸡眼。有回答到你吗？我吗？对啊。有。要怎么烧？用打火机。有。聪明吧，要换电钻哦，等之后吧。屁啦，没有连到也会哦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对吧？我要命名成哈基自用，哈基不适用。对啊，所以比较好是用稿子。哎呀，我到夏季龙看了。那我觉得来地狱挖这个要穿史莱姆鞋。怎么了？哪天摔下去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也是要有人做过啊，不然可能就换他计较了，不是我叫了，对吧？总要有人牺牲，就当一个牺牲的。那鸡眼要烧多久才会有？等它火灭了，它就会跳出来了。白痴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我没看。说那个字哦，还好啦。哦，因为我本来想说生锤子就是要玩这个啊，因为我稿子等级太低了。第三个 F 死不发音，你请 S 哎、欸、哦 ，S。
我多两个出水槽有人要吗？完了！为什么飞起来了？你飞起来了！努力成 S 吗？成 S。你高潮？高潮！叠起！这个成就好像我之前也有拿到过。对，然后我好像想说，哎、欸，因为我高潮了，打我会死掉，打再打再打。重做一把吗？会啊，会重做一把。那这毕竟第一次摸，不知道怎么打。边往这边走就到我家了。走这里吧。磁钢怎么获得啊？什么东西？磁钢，磁钢锭。磁钢锭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要用感应炉。嗯。钢粉跟硅。不好意思，用完。啊，你做这把真的要穿史莱姆鞋，头抬那么高，抬得越高。不是啊，你头抬高你就看不到地板啦、啊。看起来神木上面的法还可以拿来用了，不要！坏了！而且我拿到一个末影麦片哎、欸，嗯，那可以做那个啊。哦，反正早餐吃的啦。练很快多一点，是啊，我知道练很快啊，一直这么好练，你现在材料够啊，在地狱挖一挖就有。干啥啊？就是要做一桶岩浆桶，掉下去的时候垫在自己脚底。
为什么我一开箱你就哎呦？我只是开个箱子而已啊。就是那种，嗯，走楼梯下楼以为到了就多踩一格，或是少踩一格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好、哦。烧成功还有烟火哎，嗯，会咻嘣！恭喜你，第三个 S 不发音哦，恭喜你高潮了，葡萄。大过年的，对啊，那边高潮。想乱挖了哦，可恶！累了，这太难微调了。哇，会当充电池啊！可以充啊！哇，我做了有线充能器。开到什么时候？两点。对啊，垂直扩中选一个。对，他只能各升级一次而已，没办法再升上去。所以你们要扩充的话，只能得一哦，要么平，要么直。看得好乱啊，我也很乱好吗？你搞得我好乱啊。
因为我想要这样子吗？因为我愿意吗？哎，我去重做一把。对吧？要退休啦，我应该挑水瓶吧？哦，对啊，所以只要看抬头，嗯，这把要把它封印起来了，这把太危险了，这把要叫做伊德川史莱姆鞋。好了，把它修一修，封印在树上吧。要一根，分解了呀。行，好。我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调料架，帮厨房用调味料。啊，这里吧。缅怀你，陪了我从一体验到现在，会记得你。那马上哈奇，你白痴哦！他还不气死我！几项？我啊，我去挖团团家就可以了。怎么也还没睡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就弄资源啊，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盖东西。团团，我弄了一把，那个告示牌是你留的对不对？弄了一把强迫症不该用的锤。哈？什么告示牌谁留的？我看到有个告示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被骗了什么鬼啊？对呢，我没有注明拜繁星。那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你去看那个啊，车站的箱子里啊。我只看到绿宝石而已啊。对啊，那送你啊。怎么了？我是很好奇为什么。送给你啊。哦，能驾驭他的话，送给你。你能驾驭他的话，你说绿宝石吗？对，我驾驭不了那颗绿宝石。我想说，等到你开台的时候给你用的，拍片的时候用的。哦、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白痴哎、欸，这个驾驭得了他吗？为什么驾驭不了？驾驭不了？为什么啊？好奇怪啊！他就是黑心商人卖的啊。所以你是跟村民换到这个、哦？还有龙蛋。他也会卖龙蛋，龙蛋是假的，太白痴了。然后更好笑的是，他买完东西后会丢隐身药水。哦，他要躲起来是不是？蛮可爱的，可爱啊，还蛮有互动性的。那再就是，你把他杀了之后，他会把骗走的钱还你。居然吗？还会还哦？对，我以为他不会还，神秘。欸，我问你们哦，有办法把深海不是深海啊，那个环游旅行者关掉吗？你再放一个箱子出来，设定它、哦，再敲掉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感谢。我先被他这个哭闹很久。哦，物品展示台，我还要再做四个。怎么了？才能变充能美金，
有四个啊，就慢慢做呗。四个，了解。弄完，我才把一个很难弄出来的东西弄出来。弄完，我还好，还好，不难做，不难做。嗯。谁？啊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我想说，我好像没听到。你怎么？你是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吗？哎呦，有点可能做了这把锤子，让我有点理智断线了。春川，嗯，你要除水草吗？啊，除水草是干嘛？存经验的那个。哦，我出哦，好，可以啊，多，好啊，好啊。你来就会看到我现在很麻烦。哎、欸，我能去吗？因为你那个可以来啊，你可以来。可是我还没关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我也我这样盖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What the fuck 都是沙子。喂，不影响，我还没盖完哈、哦，我现在只是在想要多高之类的。在想，这模组玩月曲西吧？要怎么玩？模组月曲西很恐怖哎、欸，感觉。没有把某些模组最 OP 的东西搬出来用啊，简单、哦、不耗资源最 OP 的东西搬出来用就好了。嗯，所以我塞这里哦，你输了少，你再看怎么要怎么用。好啊，要多高呢？多高啊？要多高呢？噔噔噔噔。我的第四罐经验桶又要满了，拜拜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挂超满，是那个桶，铁桶。嗯。环球旅行者有开关可以开关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开，怎么关啊？它就是要可以关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关啊。设定是哪一个？只有看得到什么开关是开启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关它，不知道怎么启，又不知道怎么把它关起来。真的很苦恼哎、欸嗯，两小时了，我们剩三分钟喽。没关系，关台时间。哦，你要两点关了、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也差不多很多人累了啊。哦，我想说要拼之后开始，我想说还是你说的这个两点是有什么特别意义，所以才要两点这样。哦，没有。怎么办啊？站太高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齐、欸。站还是可以开两个站，开啦，不会累。我进来，我进来，应该是、来，现在我对这些材料都熟了，来，请跟我讲建议的大锤用什么？嗯，别询问。我也想要知道建议的大锤是要用什么。来来来来，请提供你们的意见。嗯，哦，我记得好像有之前有问过繁星。哎，我是问大锤吗？好像不是，我是问别人。问大锤啊，你最好昨天问武士刀，我是问武士刀。对。哦，白痴哦，真的是输而已啊，扔掉。输。所以你们也在弄你们之后模组的东西？我不是，啊、我东玩玩西玩玩。哦，你在各种玩而已。哎、欸，嗯，姑一定会有啊。请来一首结束你今天的直播。没什么适合我现在的。泡咖啡让你暖手，想当当你心头里的风。副歌是分手快乐。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我很喜欢这一段哎、欸。不是说泡咖啡让你暖手这一段。嗯。分手快乐，如
耐酸铝，耐酸铝一定，耐酸铝跟钴一定会有吗？是，嗯，很小，反正就是需要环球旅行嘛，一定会要。只是说，我自己看好了，手柄，嗯、耐久七百，钴，耐久七八零，哦，应该是头吧，手柄是耐酸铝。钴要在手柄还是用顶端哪个好？钴主要是它的动力吧？是动力吗？越挖越快吗？还是它的挖掘速度加快？看他们聊天室咯。我在问啦，我在现在，因为现在就是看得懂，所以骑士史莱姆头大板混用。阿迪特吗 ？REDSTON 红红什么红石？是这个吗？红石水晶吗？水晶红石水晶不是是红心吗？你打英文啊 ？RED 不是红吗 ？STONE 不是石头吗？红石啊 ？Redstone 啊，红石啊。ALLOY 是什么？合金，红石合金，对啊，红石合金不就是红石水晶吗？还是别的？不是，我记得有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哦，红石合金是不是凝珂、嗯？就有那种东西，好像是用铁在中间，然后外面包红石吧？你是指这个、哦？好，我看一下哦。端或其他部件顶端。端把，然后要有纸，有红石合金啊，它是，它是放哪？头柄，头柄没有纸，是有啊，铭刻这个有吧？还是手柄就铭刻啊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要装电池啊，手柄用纸，手柄用这个也可以啊，铭刻。薄木手把，薄木要去小雨家吧，我记得。嗯。就薄木是比较简单。